在下雨耶，他们在睡觉吗？那是假的吗？那是真的啦，完全不动哎，完全哎。枫叶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，所以人也是非常的多，我们就进去里面看看吧。超美的，我发现其实枫叶虽然都是红色，但是每一棵树的那种好像品种都不太一样，就有的是比较偏橘呀，然后比较更那种葡萄酒的颜色啊。看这边全部都是哎，它们都已经掉下来了，你看，可爱，卡哇伊。哇，すごい。到日本啊，尤其是春天跟秋天的时候，像春天就有可以赏樱花嘛，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赏这些枫叶。我觉得就是这些风景是在台湾比较少看见的一个美景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秋天、春天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，然后来到日本。然后也有这样子很漂亮的寺庙啊，然后有很漂亮的这些枫叶啊，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来看呢。这里的水啊，是从琵琶湖那边过来的。嗯，上次我们也有去过琵琶湖，对不对？哎，こうやってここから水がバーって流れてきてるんですね。琵琶湖的水从这边吧这样过来的，所以很多人都来这边拍拍照。完全不动哎，完全哎。
很高的。哇，很长哦！你看，这是这里的风景，就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最后了。就是多宝塔，然后我们刚刚这样爬楼梯爬上来之后呢，没想到这里是可以整个看这边的整个风景，非常非常漂亮。你看这边特别红，然后整个可以看到京都的这个风景。